握握手做个好朋友，影影相多张握力相。点解乐强小强捕获到卡士兰都要遇埋呢位 Pink Lady？ 提示一，同 Tommy 一样咁抢眼嘅 style。提示二，罗咁大个肚。估到未啊？之前系上个月被爆同 Tommy 秘婚，下个月就生得嘅 Eva 咯。佢哋日前孖个朋友，三人行去中环名店 shopping， 咁啱得咁巧，华哥邝丽都喺店内，机会嚟啦，小强，抽牌合照揽揽，仲不忘帮老婆仔谋福利添。集完游心情靓靓 ，shopping 都尽兴啲啦。不过可能见到记者影相 ，Tommy 拎住袋战利品走嗰阵，同 Eva 行到离行离甩，同十指紧扣嘅华哥邝丽好大对比咯。嗰日我同我个形象指导啊 Eva 啦，咁就去咗拣衫，嚟紧就开 show 啦，21号，真系好想好想可以做到一场好好好好嘅 show 嘅俾大家睇。我哋等咗呢一日，真系等咗十几年，之后14年，其实咧就绝对唔系富贵，仍然系非常之贫困嘅一啲歌星仔。点解会去名店度买衫咁大胆呢？真系嘅，真系好想好想回馈翻俾所有买咗飞睇入场睇 show 嘅朋友。即系都记得香港有一对组合叫 E-Kiss， 扎住上阵，即系因为我哋真系冇收到任何歌酬。咁热血，睇你哋寻日喺湾仔搞演唱会记招嗰阵，谭校长都录片为你哋打气啦。问到大肚老婆会唔会捧场，仲扮傻话唔知边个系 Eva， 认真抵打啊！